找我干嘛呀？男朋友。阿成。李佳，我追了你好几条街了，你怎么不理我呀？又是你啊！哦，你找的人就是他。去。不是，阿成，你误会了，其实。你什么都不用说了，我都明白了。就是你把我朋友骗进了高阶，害得他印堂发黑，两眼发直，嘴唇发紫，脚底轻浮。你们是来砸场子的？阿成，你听我解释。不，稍等片刻。你知道你面前的这个人是谁吗？谁呀？GPA 3.8分，3.7就能申请哈佛，雅思8.5。8分就能申请牛津。你面前的这个人是祖国未来的医学精英，现在被你给毁了，你说你该怎么办？哎呦，好犀利啊！我现在好惊啊！退款，全额退款，外加2倍的精神赔偿。要是我不赔呢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那就算了。你干嘛？你挂电话是想强抢民男啊？不是，你俩挂电话是想强抢民男啊？你干什么呢？开荤了，是红烧还是清蒸啊？咱俩假的。喂，你要吃了吧？